Hello， 大家好啊，香港，香港市民大家好。我是翠的厨房点心翠妈妈。咁近排咧，真系生意真系差到彻底啊，叫做都不可形容啦。咁真系挨唔住啦，5月份6、5、6、7，而家八月份啦，真系挨唔住啦。如果就系、做到滞咁落去咧，真系又跌嘢，系啊，都真系跌嘢。所以希望大家，如果你哋想食点心嘅，都过嚟，每一个人都嚟食一餐咯，或者中意食我哋点心嘅过嚟，多啲朋友过嚟晚饭啊、早餐、饮早茶啊、中午、正午啊。希望都能夠過一過嚟，可能呢邊有啲唔方便啦，但係希望大家都行多兩步過嚟撐一撐隨記咯，多謝大家。